Carnival Persatuan Bahasa Cina. 华文学会嘉年华。Iguis Tata Bahasa. 线上语法比赛。词类分为实词和虚词，今天我们先看实词有哪些。实词，实词能表示实在的意义，能够独立成句，也能够做短语或句子的成分。实词包括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、数词、量词和代词。名词，表示人或事物名称的词。请自行阅读以下名词按类别区分的笔记。动词，表示人或事物的动作、行为、发展、变化、心理活动等的词。请自行阅读以下动词按类别区分的笔记。形容词，表示人或事物的状态、性质等的词。请自行阅读以下形容词按类别区分的笔记。数词，表示数目和次序的词。请自行阅读以下数词按类别区分的笔记。量词，表示人、事物或动作、行为的单位的词。请自行阅读以下量词按类别区分的笔记。代词，用来代替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、量词和副词的词。请自行阅读以下代词按类别区分的笔记。看完这个影片的学生，请用老师在群里发的 Google Form 链接回答今天的线上语法比赛，谢谢大家的合作。